想要飙高音秀歌喉，可以做一个动作立刻飙上去。一，手举高在半空中挥舞。二，做出抬桌子的动作。三，弯腰对着地上唱。所以这个答案是Adam， 你知道是吗？我觉得是应该就是二了，抬桌子，因为我们在做只要是用力的时候，是不是都要大吼一声？是。很少我们在健身房是不是在用力啊推啦，然后或者说仰卧起坐，有的时候喊出来你才会有力。可是，在健身房很多人在做的时候都是没有很重，可是也这样啊。可是他会比较高，他会嗯这样，我比较不会嗯这样多，对不对？哦，会比较高，所以有。所以你在用力的时候，核心会出力，丹田出力就可以发比较高的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直接现场试试看，实测一下，实测，一定要实测，来，把桌子抬出来，来哦，试试看。我来。小时候拍《海角七号》就已经在唱歌了，对不对？唱到现在，他应该是最资深的歌手，是吧？看着你长大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都看着你长大的，整个班起来是吗？都吗？嗯，都。哎，这样子，这个好像有哎，上去了。这样我觉得还不错，阿虎，你来试试看啊。弄一下这边。对啊，我跟你说啦，这个专业训练熏陶。造船大哥的最高音高是两点 re， 啊，两点 re， 就是哆来咪嗦啦西哆，那最高的真音，真音，真音，因为求的是真音。是，先试一次不抬桌子。好。哆哆哆来咪发嗦啦西哆。瑞，真的是没有那个声音，这怎么给你录一起？那是你的紧绷，紧绷真的没办法，两点瑞真的太高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试试看咯。好，用肚子对不对？用肚子，核心，核心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瑞。这个太轻了，太轻。真的收力的，你要伤到，不是？我刚刚突然觉得很羞耻，知道我到底有多羞耻吗？我干嘛在那边发声练习啊？没关系，我就丢脸，是不是真的、啊？但是我可以理解，就是用力的那个位置会找到，因为丹田嘛。OK， 不错，有帮助，有帮助。好，那我觉得丰田你也试试看。还要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哎哎，我跟你讲，很羞耻哦。发哦，要发了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嗦拉发发拉到拉到拉到拉了，到拉了，嗦跟拉之间。所以确实有用。太厉害了！被笑死了！